的什么？你是我的优美美。哈，原来我是你的奶茶。这样，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我的手心。怎么会梦到他呀？梦见谁了？贝莱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说嘛，你跟我说你俩在医务室的事儿，你妈呀！那服个毒还能收获一段爱情，真好。那疯了吧？还跑操，赶紧滚开，滚开我的手！